欢迎女儿，这个指甲真话情上处理的哇性少女。这件是一件仿皮的西装外套，它这个是叫浅桃色。其实我买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仿皮的，我刚才发现它是仿皮。如果知道仿皮我 就不会买。三十五纽扣，那我现在是输了。我的身高160，体重是42公斤，穿紧的是加细码，它的售价是399元。它这件呢是完全没有收腰，是直筒的设计。它这件的颜色呢带有灰调，所以皮肤比较黑的呢就渗入了。这件可能我会退了它，因为它那只颜色真的不适合我。我最起身整个人都会显得特别没有精神，特别黑啦。咁即系本身已经够皮肤已经不是白的了，但系最起身会更加黑嘅嗰种感觉。今天的分享就到呢度，系坚，拜拜。